洞察全球军情，领略大国风范。欢迎来到军武前线。在开始之前，请点点订阅和小铃铛。常见实行陆基巡航导弹又名东海时陆基巡航导弹，该导弹射程远，性能优越，依靠先进的传感器来寻找、识别并定位目标，通过通信系统向指挥部发送定位信息，能够打击有价值的地面目标。与东风二一 D 各有专攻。 其主要针对陆基航空力量以及后勤、通信等固定地面目标实施打击。当与弹道导弹或飞机配合使用时，打击效果更惊人。有效射程在一千五至两千五百公里之间，其毁伤能力超过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一枚命中即可将一艘七千到一万吨级的导弹巡洋舰送入海底。 最初立项时的技术指标是装备海军岸舰导弹部队，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起到阻止美日介入的目的，所以以海军型号为优先的发展方向，命名为东海十。后来由于技术原因调整了技术指标，转而以陆基巡航导弹为发展方向，故改名为长剑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长剑陆基巡航导弹上标有 D H 十的原因。 由中国在仿制俄制 Kh-55 巡航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于2004年在西北某实验基地最后一次试射后，开始小批量的生产。 二零零八年，东海石的改进型更名为长剑石，开始正式装备部队。在这些高科技武器当中，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担任急先锋的战斧巡航导弹。它使中国军队意识到自己和美国军力的巨大差距，也让中国军队开始研制高精度远程巡航导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二十余年的卧薪尝胆，比战斧还要锋利的长剑系列终于出鞘了。 海湾战争之前，为了在可能发生的小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中抢占先机，中国军队制造装备了大量短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威力虽大，制造和维护成本却很高。 价格甚至高于一架三代机，而且由于技术原因，当时中国军队弹道导弹的打击精度不够高，容易发生误伤。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军先发制人，在首轮攻击中便使用六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对目标进行准确打击，将巡航导弹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有穿过窗户打击大楼内目标的表现。这给当时装备较为落后但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军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战斧在海湾战争的表。 现令世界掀起了一阵巡航导弹热，各军事工业大国纷纷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战略需求，发展适合自己的巡航导弹，并在新世纪初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丰富中国军队的打击手段，长剑十巡航导弹应运而生。从外形上看，长剑十是俄罗斯 KN55 和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混合体，但在射程、精度、隐蔽性方面，长剑十有着突出的优势。由于技术 封锁常见时，导弹几乎所有重要的部件都需要自行研发，新技术含量超过百分之七十，并随着当代军事科技发展的趋势不断进行升级。 中国具备丰富的远程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研制经验，但上世纪一批大型远程导弹由于使用冲压发动机，射程均难以突破一千公里，达不到所谓远程的效果。而常见系列则依靠新型构型，极大的提高了射程。从结构图上来看，新型构型的巡航导弹为增大射程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弹体中的大部分都装载了燃料，使用一台省油的小型涡扇发动机，并且两侧伸出了。 一主义。<noise> 从理论上讲，推动同样重量的飞行器，尽管冲压发动机所能达到的速度更大，但涡扇发动机的航程更远。为了让发动机工作更长的时间，陆基巡航导弹普遍采用助推器，在达到巡航速度后，弹上的涡扇发动机才开始工作，并且在弹体两边的主翼提供的升力和发动机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做等速巡航飞行，有效射程在一千五至两千五百公里之间，还能够达到省油的目的。 这些设计使得巡航导弹更像是一架小型飞行器，而并非传统印象里的导弹。 而且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比，长剑十在拥有更远射程的同时，具备更大的毁伤能力。一枚导弹就可以击沉一艘七千到一万吨级的导弹巡洋舰。长剑十超长的射程，使得中国拥有在近岸打击第一岛链之内所有目标的能力。第二岛链内的有价值的军事目标，也在其打击范围之内。如果长剑十被部署在中国的东北，将能够覆盖日本所有有价值的目标，是未来中国万一武力。 收复台湾时反对美日介入的利器，同时三百公斤以上高爆弹药使其毁伤能力超过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作为受阅装备方队的压轴矩阵，由七个型号导弹方队组成的战略打击模块一日驶过天安门，紧随其后的是长剑一零零巡航导弹方队。 这是中国巡航导弹部队第四次参加阅兵，在火箭军序列里，巡航导弹部队担负精打要害、克敌制胜的使命任务。此次亮相的这款超音速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是常见系列的最新型号，也是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巡航导弹是一款机动性和实用性都非常灵活的弹种，自诞生以来就饱受各国喜爱。目前世界各国现役的巡航导弹中，名气最大的就是美国的“战斧”和。 俄军的口径，这两款亚音速巡航导弹都先后经历了实战考验，受到美俄两军的好评。不过，相较于以上两款亚音速巡航导弹，中国陆军刚刚使用的长剑一零零型超音速巡航导弹，在技术水平上则有极大提升。如果以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为类比对象的话，长剑一零零型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领先了一代以上。据海外媒体猜测，长剑一零零型巡航导弹射程四千千米。 导弹采用复合制导系统，打击精度非常高，而且它的速度也非常高，均速超过了三马赫。这些都是常见一零零型巡航导弹被称之为现役最强巡航导弹的独门绝技。不过，伴随着性能的成倍提升，常见一零零型的缺陷也表现得越来越严重。首先，常见一零零型巡航导弹的重量非常大，即使是五轴机动平台，也仅仅只能背负两枚备弹机动。相比之下，常见一零和常见一 零 A 则为四轴机动车，每车备弹为三枚。另外，从发射筒的直径来看，常见一零零型巡航导弹的弹径和长度相比东风一零和东风一零 A 都有明显的增加。外界认为四千千米的射程可能仅仅只是最低数字，常见一零零型巡航导弹的真实性能可能要比现在的猜测数字还要高。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甚至认为，常见一零零是一款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射程在五千千。 千米左右，除了重量大之外，造价昂贵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采用如此多的新技术，而且大小和威力都要比上一代巡航导弹高出不少，这就意味着常见一零零型巡航导弹的造价也在直线上涨。对于追求性价比和低价经济性的巡航导弹来说，常见一零零巡航导弹的造价可以说是现役最贵的。 据香港《南华早报》二零二一年一月七日报道，技术专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在纪念其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展示了数枚以台独势力为目标的导弹，以此对台独势力发出严正警告。文章称，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新一年开播的一部五集纪录片中，解放军火箭军部队展示了十多种可能为对台作战而专门设计的现役中短程导弹。 其中一个亮点是展示了 C J 10常见一零及长剑一零导弹，其是一种基于东风一零巡航导弹而设计的精确打击武器。纪录片中显示，长剑一零导弹轻松穿透了一座办公楼的窗户，演示表明长剑一零导弹能精确制导，可以穿透指定窗口。作为一种对地攻击巡航导弹，长剑一零导弹是一种亚音速导弹，射程可达两千千米，有效载荷为五百千克。澳门军事观察家黄彤表示，中央。 电视台播出的视频画面显示了不同角度的精确打击，对台湾是一种警告。报道称，除常见夜鹰导弹外，纪录片中还详细展示了东风十一、东风十五、东风十六和东风十七等短程导弹在全天候和夜间的操作和演习情况。所有导弹都已部署到东部和南部战区，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台湾岛。 文章指出，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东部和南部两个战区都加强了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卫星图片显示，广东和福建省的导弹基地正在进一步扩大中。文章认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首次披露了中国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东风十七”的原始发射平台。东风十七导弹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盛大阅兵式上首次亮相。 南华早报早些时候的报道称，东风十一高超音速导弹从2020年开始部署到台湾海峡对面的东南沿海导弹基地。该导弹最大射程2500千米，将逐步取代老式的东风十一和东风十五导弹。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不同的观点。您的订阅是对军武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